我们用悬殊的比数击溃民进党的候选人，击溃丁守中，击溃丁守中，击溃丁守中，不击溃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击溃击溃柯文哲，让丁守中高票当选。在六都当中，我们高雄市去年是最后一名，今年是我们台中市啊。今天如果有人投票支持林佳龙，我们不光要请苗，请民进党下架，更要下架国民党。下架国民党！下架国民党！让国民党彻底的反省。今天国民党给了我们苗栗什么？要呼吁所有我们的好朋友们，记得买票，记得买票，记得买票。这下尴尬了，郝龙斌喊错买票，一旁的丁守中眼神死。也希望大家记得买票，返乡投票，记得车票，记得买车票，买车票，对，记得买车票。买车票，是买车票，两个字三个字差很大，丁守中的尴尬全写在脸上，因为郝龙斌曾经这样说他。各位，我们用悬殊的比数击溃民进党的候选人，击溃丁守中，击溃丁守中，击溃丁守中，不击溃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击溃击溃柯文哲，让丁守中高票当选。不止郝龙斌，就连前总统马英九也口误多连发。站在台中卢秀燕助选旁，偏偏在六都当中，我们高雄市去年是最后一名，今年是我们台中市啊。今天如果有人投票支持林佳龙，不是喊错就是口误。蓝营大咖助选失常，记得买票。还是要再次的感谢各位，因为你们的先知灼见，让国民党只有3万多票，不是高票，低票的落选，而得票最高的12万票就是我们的中东姐。各位，就是用这种的精神，我们不光要请苗，请民进党下架，更要下架国民党。下架国民党！下架国民党！让国民党彻底的反省。今天国民党给了我们苗栗什么？跟着姚昌走。我已经是退休的一个公务人员，从政30年。不管国民党过去怎么样子对我们的苗栗，事实上真的没有照顾到我们苗栗，所以在这次的县长选举，大家都用投票来唾弃国民党，我们也希望同样的同理心来支持无党籍的我们的郭台铭郭董事长，好不好？好，李志平。好啦，怎么会这样讲啊？口误，口误，口误，口误啦，口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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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好，谢谢，先生。